开布联全球首座大爱环保科技馆在高雄冈山园区开幕。我们保特瓶要剪成一片一片的瓶片，因为剪成瓶片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均匀的把它做出一个一个的籽粒出来。保特瓶怎么抽丝变成纱，再做成毛毯，全都一目了然，还能让你手做体验。那就用那个迷你的机器，去把它呈现出来，让会众，这个来参访，他可以了解到，原来这个保特瓶它是一个宝。要设立一个乔益坊，今后我们的很多的国际政策的环保毛毯都会从这边把爱送出去。手上拿的、身上穿的，全都是保特瓶回收再制产品，多元化，兼具实用与功能。整个一个科技的一个演进，那可以搭配到这些的一个环保的科技跟绿色科技，那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改进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大爱环保科技馆展现绿能新价值，又融入教育制程示范。希望传授民众减少浪费，多疼惜大地。大爱新闻中心王昭忠高雄报道。